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特别期待的环节了。听说弟弟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也会玩一些小游戏来放松，为了玩我们好六的经典游戏也是玩了一路呢。那现在就来验收一下成果好不好？好，来敦豪、张延奇指挥，一恒和小丁泼水。三二一的规则就不用说了，升级版就是在我们达到三分的时候，你们的所有队友都可以上场一起来帮忙。一恒应该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职位的，是不是？保卫科。保卫科科长，今天能不能保卫我一下？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。石头剪，一恒，我们的手可以放在上面，就像他一样。对，别人都出出来了。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哇，好激烈！布，石头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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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董事长，已经有压力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的手势就是在你进攻的时候，手要放在中间。好，准备好拿盾啊！张元气肯定会溺水，等一下。来，准备，来看这边。哦，上去看这边，看这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哪边啊？对对对，我们上下左右要明确哦，就是不能往斜上。斜上方。对对对。脖子要扭了。记一分，记一分。现在张延奇赢一分，我继续然后蒋敦豪进攻，蒋敦豪进攻。慢一点，还要往这边。你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清晰吗？清晰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啊！看这边！哇！我要泼是吧？是我要泼是吧？啊！王一恒！哇！一恒，你没睡醒？王一恒，你还是不想当董事长呀？一恒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换水泡了啊！水泡可比你快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太紧张的，孩子在抖，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。没事没事，因为三分之后其他队员就上场了，所以你没喷到没关系，会有人来帮你的。对不起了，真说你喷的。好，蒋敦豪继续进攻，场上比分2-0。闪一看这边，闪一看这边。哎，看这边。哎。为啥呀？哇，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，是那个。哎，怎么给对手递毛巾呢？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孩子太懂事了。好，其他队员上，现在已经三分了。兄弟们，来！兄弟们，是啊，是啊，走。我混在里面，就开始混战了，是吧？我的天！哎，不对不对不对啊！只有这两队的能上，其他队的在干嘛？我是那个不受控制的水泡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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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全都上，被他们发现了。迪哥说多撒点。是这样的啊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站的位置，就是你可以选择喷灌，也可以选择浇灌。哎。不是，不能教他，不能教，只能教外边。张延奇抬头看一下。哎，什么东西？老秦敢不敢到我对面去泼我？我泼死你！拿好盾，拿好盾。不是，老秦，你只能拿小杯子。嗨，你这上桌的机会都没有。对，哦，咱们小子啊，来准备，现在继续比赛。蒋敦豪3-0落后，来，蒋敦豪进攻。我手速很快的。你看这边，啊，三二，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，三二，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。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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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秦为什么被迫你被哇逆袭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给我把监控调一下，是谁泼到的何老师？
看见没？啊！弟弟误伤了，太猛了，怎么回事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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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拉了一分回来啊啊！我是赢了三局的人，他就赢了一局，我们俩怎么这样了？一下反超，来，现在3-1到张岩齐进攻，来，兄弟们准备好，好，时候准备好。三，你看这边，你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看？没准备好，没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张岩齐进攻，我的毕生秘籍被他看到了。三，你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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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这边。哇，我这个为什么泼不出去啊？我都准备好了，泼大哥脸上的。你刚刚是不是被打了一巴掌？谁打了我一耳光？好厉害啊！好，现在2-3，张岩齐继续进攻。现在敦豪已经拿回一分了啊！对，给我一次泼大哥的机会吧。我已经掌握毕生秘籍了，兄弟们准备，就是这一手。我信你。上来一看这边，你看见？啊啊啊、看见？谁打我脸上了？哇，追平了！你们这些人等着！我手都端酸了！我加油，兄弟们！3-3了！我努力！哇，现在是平局了，看谁能先拿到赛点，还是张岩齐进攻。3-2-1，看这边！看这边！4-3，看看敦豪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。最后一把给大哥一把滋润，太好的机会。现在蒋敦豪来进攻，来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。张岩齐获胜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了。接下来，陆卓指挥捉圆泼水，赵一博指挥何浩南泼水。我指挥完这个。哇哇！是不是清醒了一点？扇我巴掌的肯定是你泼的。一巴掌，好，先如此，再如下。他们有策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我们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。哎，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来说是吧？对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这边先攻。让兄弟们知道什么叫速战速决，立马拿下。加油！好。开始，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哦，看这边。哦。干嘛？干嘛？哎，不是，你泼错了。犯规，犯规。扣一分，倒扣一分。关键你也拿了盾是为啥呢？我感觉到了，你感觉到他要泼错了，对不对？何老师，我知道，咱们家水很好喝。我知道。没事。不是，罚一分。对，罚一分。因为这个甚至带了一些情绪。不，何老师没事，我们可以跟他公平，但是对，摄像机暂停录制一下，我先解决私人恩怨。是这样，别紧张。是这样的，浩南常常有泼错的，对，但错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好想那杯水，对，这泼五次也可以，输就输了，今天真的紧张，泼五次就好了。现在，
最后零比负。好，现在一比零啊，那现在就来一博进攻。三二，你看这边，哇，水都甩了。你看这边。帅的帅的，他反应也好快，对，他反应也很快。陆卓，你小心自己，小心自己的脖子啊！摔断了，你都甩出残影了，真的。二比零，现在一博进攻，赵一博进攻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被刚才的失误影响，好吗？好好发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！不要压力哦，加油！二比零，现在一博进攻，赵一博进攻。三。二，你看这边，哦，啊，看这边，哦，啊，哎，不要被刚才的失误影响。很明显，你被影响了。啊，哎，哇，很明显，你被影响了，很明显。等等等等，啊，直接我喝水了。我直接喝水了，自罚三杯了是吧？为啥呀？没必要。哎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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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拦不住了都。我直接喝，不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直接喝水，要不，过来，过来，这咋了？这突然这元儿，要不咱俩也别玩了，就让他俩在这泼吧。没事，来，朋友们又扣一分，又扣一分，三比零，对，三比零。哎，三比零，是不是兄弟们可以？兄弟们可以上了，来，来吧，走。一号房来了，二号房完蛋。哦，三比零，三比零，三比零，现在一波进攻，来。三二，你看这边，啊，你看这边。现在四比零，四比零，哎呀，真是厉害！拿回来，给我来，加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看这边，不要，你播错了，不要被刚才的失误影响，好吗？漂亮！我上人下了一次，看这边，好多水啊！没事吧？不，你们怎么那么快呀？不是，球员给了他一锅盖。我跟你说，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个队友。看这边。打我身上了，是谁？啊，你啊？不是弟弟，你是我们组的弟弟。你玩，开心最重要，玩吧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不是我们组的？哎，我不是啊，你不是我们组的。四比一，现在拿回一分，陆卓进攻，陆卓进攻，好，我进攻。打开这边。游戏结束。不是，我们好像赢了又好像输了。对，你这不干，你别弄头发。